好，请先宣读一下附带决议。我们先宣读，不做处理，最后再来处理。附带决议为避免扣缴义务人与相关税法中除应付赔偿缴除应付赔缴税款责任外，其违反扣缴义务之处罚过高、不符比例原则，原要求财政部根据检讨各税法法源金额及倍数之合理性，并修正税务违章案件减免处罚标准，适度放宽减免处罚标准，以落实罪责相当，保障纳税者权利。提案人委员王荣章、曾明忠、费宏泰、江永昌、邱泰源。宣读完毕。好，那好，我们现在继续协商相关条文。接下来第四章章名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删除，然后第十六条，好，本席的第十六条跟时代力量第十九条，请问财政部要不要说明一下？说明一下好不好？十六条我们是建议是不是可以修正成为中央主管机关应该要书院会审议委员会里面的委员应该有这些相关的人士啊，然后要超过三分之二。为什么？因为原来委员的提案都是说主管机关，因为我们现在主管机关是包含了中央也包含了地方。那因为我们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市政府，他们其实他们的委员会他们因为审理的案件范围不是只有税务争议案件，他们还包含了像地震啊、建筑啊，还有很多相关的案子。所以他们如果我们现在这边限制他说，要以这个，三分之二这个人数的话，他们可能有些困难，而且我们限制他要有法制、税、财税或会计的专长。那今天其实我们有各地方政府也有来，是不是也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好，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现在在场委员人数不足。黄国昌委员，好不好？来了，我们才能开始。对对对，好，来郑委员。那假设按照这个财政部的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过了。没有意见，三个而已。不用再请。好，那这一条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暂时在中央来进行看看，用习的版本，用财政部的文字。好，修正通过。再来是第十七条，时代力量的二十条，还有费委员的修正东。因为比较涉及司法院，是不是请司法院来说明？我们司法院代表，请说明。报告各位委员，这个部分呢，其实那个审判专业化也是本院追求的目标，所以大致上我们对于设置那个税务专庭还有这个税务专庭的法官呢，应该要有税务案件专业法官证明书，其实我们目前也在研拟中。那不过我们建议的条文是说，因为现在在那个地方行政诉讼庭
就是在地方法院的部分哦，它不是行政法院，它是一个地方行，就是附设在地方法院的一个行政诉讼庭。那因为案量的关系呢，这个部分它没有办法再组成一个专庭，就是它本来就是庭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组成专庭。然后而且呢，就是在那个地方法院这部分专，就是行政诉讼庭的法官可能也是有的时候只有两名左右，所以可能而且那个行政地方行政这个部分呢，因为法官是独任制，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应该也没有组成专庭的必要。所以我们是建议条文是说，是不是可以修正为法院为处理那个税务行政诉讼案件，应设立专业法庭或指定专人办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第二项呢，原来的条文是说，税务专业法庭应有取得司法院核发之税务案件专业法官证明书的法官组成之。那刚才有说明，其实因为我们觉得委员的建议也很好，所以我们现在的确有在研议说，在核发这一个税务案件专业法官的证明书。那只不过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要一定要规定说，这个税务专庭的法官哈，一定要取得证明书才能进入的话，那因为我们那个证明书，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强迫法官一定要取得。那我们是担心说，万一假设那个如果取得这个来申请这个专业证明书的法官人数不足的时候，如果硬性规定的话，这样子会没有办法，反而没有办法组成这一个专业法庭。所以这一个部分，我们的建议是说，第二项就修正为前项专业法庭或经指定办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官，每年应参加与税务相关的研习课程。也就是说，万一如果取得这个专业证明书的法官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有法官来办理这个案件，但是我们希望说他能够就是每年参加一些研习课程来维持他的专业性。以上。洪委员。对不起哦，那个刚刚那个折中的意见我没办法同意。设专庭事实上已经是妥协当中的妥协了。你如果维持现在你刚刚那样子讲，跟现在的运作方式没有什么实际太大的 不同啊。那这些专业的法官里面到底要怎么处理，那交由司法院来做， 我们是没意见的。但问题是说，你如果连一个最基本的门槛的把关这件事情，司法院做起来都会有困难的话，那我没有办法同意。哦，啊，这个条文就是，如果是司法院坚持要按照删掉了以后他们才可能同意的话，那就看各个委员的意见是怎么样。那但是我是绝对不会同意，不习到院会里面去表决都没有关系。来，郑委员。好，基本大方向我也赞成设立一个专庭，但是我要请教一下，就是现在一年哦，一年到底多少个诉讼案件？哦，大方向我赞成。那假设这个案子是不多的，那设专庭会不会造成？郑委员，我跟你报告，案子非常多了。没关系，我要确切的数字，到底多少？而且要分布哦，你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要设专庭呢？对不对？他这样定下去是每个地方吗？每个地方法院都设吗？那有些地方，你说嘉义，或者是有些地方是不多的哦，要看呢、哦，我要看总数多少分布的情况。谢谢。来，这边说明一下，讲一下吧。没有，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那你那个司法院，我们只有帮。了。现在其实呢，我们的目前就是，其实我们厅内呢，现在对于那个税务专庭这个部分，还有那个就是专业证明书那部分，其实我们都觉得委员的提议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在讨论中。那其实有问题的部分是在地方行政诉讼庭的部分而已，因为现在实际上中高刑跟高高刑它已经都有税务专庭了。那北高刑的部分它是只有专股，不过我们认为成立专庭也是可以的。好，这部分没有问题。那地形的部分就是如同我
刚才说明的，就是地方行政法院它的行政诉讼的案件呢，就是行政诉讼哦，不包括不是行政诉讼就不止税务案件，就除了税务案件再加上其他所有的行政诉讼案件呢，它其实在很多地方法院都没有办法成为一庭呢，那更不要说是这个税务案件哈，它只有占所有行政诉讼案件的16.79%，所以说就算是那个整个行政诉讼案件都没有办法足够作为一庭了，那更税务案件的话，它自己单独更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其实是针对地形的部分。好，我表达一下意见跟看法哈，我们现在的这个部分有专庭的哈，包括劳工的专业案件。那另外选罢，还有医疗专业、工程专业，还有少年事件的这个部分都是专庭，就是说专庭了。好，直辖市少年的这个部分的话还是法院。好，那在这里面的话，就是说刑事、民事专业案件分别设有，就是说专业法庭，好，甚至于是专业法院。那案量比较少的话，仍然有专股在办理，只有行政事件中没有独立的专业法庭。那我们的税捐那案件占行政诉讼的比例事实上是高的。好，我这边的资料是根据统计，我们在制裁法院从1997年成立到101年的这个部分，受理民事一审的案件2000件，二审的话953件，刑事的话1339件，行政的话1534件。好，那同样的就是说1997年到2001年3月，我们高等行政法院受理的税捐案件量就是9782件，最高行政法院是9438件。好，其实都要比它来的高。好，那就是说其实在这里面的话要专庭并不为过。啊，特别就是说，世界银行他把处理商事争议所需要的，就是说时间也列为重点要的指标之一啊。那税捐的案件，事实上在我们国家虽然就是说不是归类在商业案件，但是对投资人来讲的话，它仍然是重要的商业考量。那它的专业性的就是说建立，事实上是有必要的。台中高等法院从100年设置税务专庭，配合它的司法院政策，那事实上税务案件更多的就是说北高刑跟高高刑还有最高刑，在这个部分的话通通都没有。所以此我觉得在这里面的话，事实上很多人主张啊，包括律师工会等等主张要有就是说法院，我们已经同样的就是说妥协让用就是说用税务专庭的方式，我是觉得就是说没有办法再推到，就是说用专人等等的方式来做办理。那像乡村情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用专股等等的方式来做，就是说处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也同意，就是说它事实上是有它设立的必要。委员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其实专人的部分，那是针对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它有些可能就是只有就是两个人，那如果这其中大概没有办法再设立那个专业税务的案件，而且因为地形它是独任制，所以其实要就是说这个案件呢是一个法官判。所以那个法官呢，要求他是专业，应该也就够。就是说他的庭长是不是就其实不是很相关。那我们刚才也说明，其实我们如果是高刑以上层级的，我们并不反对设立那个专业法。好，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说你们建议文字上面怎么样子，就是说来做调整，是不是可以好不好？好，因为如果完全就是说授权你们自己来决定，就是说什么样子用专人，然后等等的，就是说方式，那个太宽了。不，两个体例啦，就是说他刚刚所讲的在地方法院的行政庭，因为案件数太少的关系，这个我了解，这个我也认同。那
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直接写明，就是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应设税务专业法庭，就很清楚了。好，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按照现在的各级行政法院，然后写了以后，然后你再加但书，就是但地方法院行政庭不在此限，或地方法院行政庭你还再加上什么样的要件不在此限，看这两种规范的方式，司法院喜欢哪一种，我没有意见。那不过就这件事情，高等行政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我相信所有的委员，财政部跟司法院应该有共识了，设专业法庭是没有问题，好不好？你们赶快把那个文字拟一下，哦，那我们等会回头过来来处理这个部分。好，那在，咦，曾委员也跑掉，费委员的听啊，对哦，对不起，那我没看到你在后面。费委员的提案修正动议里面，税务案件的法官每年接受16个小时以上的税法专业训练的这个部分，还合理啊。就是说，费委员的提议在理念上，我完全是赞同。那只是在法条里面哦，通常不会写这种东西了。就是说，去确保第一个是进入税务专业法庭的法官是 qualified 的，以及 qualified 以后的法官，他每年要继续接受的所谓的就是 continuing education。这个都是司法院他们在执掌的范围当中本来就要把关做好的事情啊。那就在体力上面突然把这个东西插到法条里面哦，是不是有那个必要，可能大家可以再斟酌一下。但是我的意思是在理念上我是完全赞成啊，只是实际上面的一些措施是不是就交给司法院来定就好了。因为我们立法机关既然授权司法院叫他就有关于专业法庭的组成，他的证明书的核发的标准相关办法都给司法院定嘛。那到时候他们筛选出来的法官不具备专业性，那导致接下来的税务案件的处理跟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的话，到时候就责还是找司法院算账。曾委员觉得，我觉得可以把那个税务的专业训练的部分呢，用这个看看的，比如说假设财政部的条文嘛，好，看看整一下司法院的条文怎么弄，你把它放进去嘛，税务的专业训练把它放进去了，这样就可以兼顾。谢谢。好，把这样子精神怎么样子放到条文的内容里面，好，就是说，那我们原则上面不要定，就是说只有十六个小时，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方式。对不起，等一下那个江委员有意见。没有，我只是接曾委员的话嘛，哈。税务专业法庭之组成，税务案件专业法官证明书之核发标准及税务专业训练及相关办法，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会定制的，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好，来，我们司法院。不好意思，好，那个关于先讲那个关于税务专业法庭的组成哈，税务案件专业法官证明书这个第三项的部分，因为这个是完全是那个司法院，就是涉及的单位其实就只有司法院，应该跟行政院无关。我真的讲，会行政院哦，只是把事情弄得越慢越复杂，以前太多法案都有这样，直接交给司法院定制就好了。对对对，因为我们是觉得这部分跟行政院没有什么关系啦。好，然后另外就是刚才其实有报告过哈，那还不知道委员的决议是怎么样，就是这个税务案件专业法官证明书的这部分，其实我们不是说反对，因为就刚才重申过，其实追求专业审判也是本院的目标。现在我们担心的只是说，那假设譬如说我们需要组成庭嘛，总是需要三个法官，那可能假设以高刑来讲，可能不止一庭，假设两庭需要六个法官，可是现在就是法官也许来申请专业证明书的就只有两个人，这个时候如果法条定止说你又一定要，那就变成只有这两个人根本没有办法组成啊，会有这个实务上的困难。你们觉得有多久时间？
才可以？多长时间？这个其实涉及到每个法官他自己的兴趣，还有那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他，你今天一定要来。案子分到他手上，他有没有兴趣？好，或者他有没有专业？对，可是现在就是说，就大家 各安天命，到时候案子派到谁的手上？委员不是这个意思，现在是因为法条规定说，你要税务法庭就一定要拿到这个证书的法官才能去，才能组成嘛。那现在就假设就没有或者是不够拿到这个证明书的法官就是不够，那依照这个法律就根本不能进入这个法庭啊，不能进入这个专业法庭，所以这专业法庭就会组不成。不是啊，问题是你现在的设想是说，这个专业法官证明书是完全由法官主动，完全由法官主动的方式，在作为你发生状况想定的对象嘛？但是我下面的这个部分，我后面的相关办法都已经给你定了啊。那你我怎么可能说，当这个国家有处理税务案件的必要，然后让法官去闪？说我可以，我故意不接受这个训练，或故意不取得这个证明书，可以闪掉，以后不用办税务案件，没有这样子的道，没有这样子的道理啊。我了解哈。那这个，因为我们目前的所有的专业法官证明书哈，都是要法官来申请的。那其实我们目前听在讨论是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新设了一个专业证明，税务专业证明，法官证明书。然后呢，来取得的人呢，可以优先，就是可能也许给他一些优惠的措施，让他可以到高等行政法院。不是啊，你们内部吼、哦、事务的分配，或是要定什么样子的奖励、激励机制，我都没意见。所以在这个法律案里面的最后一项，不是很清楚的说，这个东西的核发标准、组成相关办法都给你们定吗？那你为什么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因循的说啊，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子做的，用你过去的那个想法在思考这一件事情。那我现在就已经授权给你，给司法院完全定，连行政院都不要来这边干扰，那这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法官就他就是不想要处理税务案件，然后故意不取得证明书，所以最后这个法庭所以如果没有人有兴趣不想来，不这个 就永远不可能。不这根本不是兴趣或不兴趣的问题，这个就是你的 job。我如果法官判案，我还要让法官说我只办我有兴趣的案件的话，那我国的司法制度早就崩溃了。或者你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其实不需要有专业的训练等等的话，反正以前就也在办税务案件，好，那然后继续这样子下去，事实上不应该是如此。好，其实即便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税务案件，即便没有这样的规定，你们事实上也应该要求法官要具备有这样子的专业跟具备这样的能力，好，他才能够办案。对，这个我们完全赞成。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提出的替代方案，只是在想说，万一取得这个证明书法官不足的时候，那就不要有万一嘛。这你们透过就做行政手段跟作为，事实上是可以去努力，然后也可以达成，不是法官自己有没有意愿的问题啊，对不对？只要有意愿才来，我不相信。然后没有意愿的话，那就两手一摊，没有办法。你们在拉人上去高等行政法院的时候，你们那个筛选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要受过那个行政法官的那个改任在职研习，就是他要先上过一段课以后才可以改任行政法院。我这样问好了啦，高等行政法院是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单位？是啊，是吗？我的认知一直没有错嘛，有很多人想要去高等行政法院啊。你们到时候相关办法给你们定的时候，你们连在筛选要进来高等行政法院的人的时候，你们都可以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啊。啊，我怎么可能让你筛选的时候说啊，这个很热门的单位啊，要来的人，然后你就来啊，我也不管你
接下来愿不愿意办税务案件，然后进来了以后你再跟大家讲说啊，税务案件很复杂，我都没处理，然后我不要去申请那个专业证明书，要闪到其他的案件，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司法行政的体系是这样子在搞？你们有太多手段啦、啊，从什么时你要什么时候拉人上来那个高等行政法院的时候，你们那边本来就可以控制啦，所以我不相信啦，就是说除非你现在的状况啦齁，是就是说一堆人要来高等行政法院，但是来了以后我又不想办税务案件，不好意思哦，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我是完全没办法接受。如果一堆人已经要来高等行政法院的话，那现在年轻辈出的法官他们在办一些那个行政法跟税法的训练越来越好，然后你说你找不到适当足够的人才，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理由。那就是说现在，那我们想要确认一下委员的意思，如果说现在高刑目前在办税务案件的法官，那就是说将来进入这个专业法庭，他们就是譬如说我们再去设计怎么样让他取得那个证明书的，没有吧齁，设计怎么样让他取得证明书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涉及到司法专业，所以立法机关嘛，卖给稿就授权给你们司法院做，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你到时候挑出来的啦，真的是 qualified 的。那怎么样挑得出来是 qualified 的？譬如说啊，你们现在已经在办的人，你们要透过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就让他取得证明书，那那个也是你司法院的决定嘛。因为你们在第一线面对这些法官，了解这些法官的背景、办案的经验等等，这些标准立法机关都已经授权给你们定了。我们要的只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筛选的机制，让这个专业法庭的组成是完整的。那当然，你到时候的标准如果定得哩哩啦啦，那挑进来的人跟现在的审起来的实质上面品质没有改善的话，那立法机关当然有另外其他救责的手段吗？好，第十七条哈，有关于第一项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照委员刚刚的建议，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开对，就是说高刑跟高刑的这个部分做要求。好，那第二项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维持原提案。那第三项的一个部分，怎么样子融合费委员的修正动议？那这个部分的话，在做文字上面的调整。那请法院在文字的这个部分的话，等一会提出相关的内容出来，好不好？那我们第一项跟第三项的那个文字，请你们就是说提出的文字的建议。好，那我们第十七条先做保留，接下来我们进行第十八条。没有，等一下再回头来，叶一文字出来，徐尊。无啦，这文字就简单，我第一只讲啦吼。就第一项就改成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应设税务专庭，巴拉巴拉巴拉，这个就没问题了嘛。那第二项刚刚大家也 OK 嘛？那牵涉到那个，你第三项是要跟费委员的第三项混在一起，还是费委员的第三项你要独立第三项？没有混在一起，就那个精神放在里面。哦，那个税务专业法庭之组成顿号，然后办理税务案件法官每年应接受之税务专业训练顿号，税务专业法官证明书之核发标准及相关办法由司法院定制，这样就好了。我是觉得那十六小时也不要定进去了。没有要把十六小时那个给他们啊，对，给司法院去处理。那个对。这个部分哈，因为刚才黄委员意思是把那个在职训练放在第三项，不过第三项它是相关办法由司法院定制，那是不是我是建议说，那如果要这样子的话，还是在前面加一项条文，就是前我看一下税务专业法庭之法官每年应参加与税务相关之研习课程，还是给他一个规定，然后下面才会有相关的办法。保文，
把文字再念一遍，好不好？全部第三项的文字。第三项全部的文字就是那个，前应该是。那个第三项的文字我直接念了，第三项的文字 我就不希望它只限于税务专业法庭的法官，地方法院的法官你要办的话你也要去上一些课，所以我建议第三项的文字啦，把它写成说办理税务案件之法官每年应接受一定时数之税务专业训练或在职进修 或在职研习课程，这样子好了。结束。好，办理税务案件之法官每年应接受一定时数之税务专业训练或在职司法研习，或在职研习，这样就好了。或在职研习，这样好不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那第四项。好，第一项我们前面是最高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好，应设置税务专业法庭，巴拉巴拉。然后第四项，税务专业法庭之组成、税务案件专业法官证明书之核发标准及相关办法，由司法院定之，对不对？训练。第三项跟第四项都要。你要念一下。税务专业法庭之组成、税务案件专业法官训练及证明书之核发标准。及相关办法，滚。没有那个之核发标准，然后再一个顿号，之核发标准，然后办理税务案件法官，每年所应受之训练，每年所应受之训练，然后及相关办法由司法院定之。好。现在因为我是在想说啊，其实没有错，因为我们最后因为我们组专庭，那一定会有法官去办。那现在是说怎么样，就是这个专业法官证明书的部分，假设他不来申请，我们好像也很难说我就直接就发给你了。所以是不是如果是希望说这个专业法庭里面的法官？能够就是有相当的专业性，这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啊、好，但是是不是不一定要有一个专业证明书？譬如说是说，我再想一下，说是就是规，就是说就是直接就是那个专业法庭的组成相关办法，我们就自己去定。那我们当然会去筛选这些比较适当然后有相当专业的法官来做。哎呦、就是、啊，你筛选完了以后你觉得他夸了法，你就主动发一张证明书给他嘛。谁说证明书一定要他要来申请啊？我大学毕业没有申请毕业证书还是会发给我啊。好，我们就照刚刚宣读的内容通过，好不好？第十八条，纳税者权利保护委员会，好，现在已有本席的十八条、时代力量版的十五条，跟卢秀燕委员的修正动议。
我们财政部建议，按照相关的改成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会，各委员可不可以同意？对，我说财政部建议改成咨询会。啊，那这个名称跟 OK 啦，只是重点是在他的执掌。我们一项一项来进行。大家看一下这一张 A3 的。等一下拿麦克风讲，好不好？让大家都可以听到。那个委员会其实按照那个中央机关，好像是它是一个行政机关的一个名称。那委员会其实这个委员会的它是一个咨询的性质，不是一个行政机关，所以我们当初是请教了国发会，他说建议把它定为咨询会，来取代委员会，避免跟行政机关产生混淆。以上。执掌内容，第二项。没意见。协调各机关。好，人事总处有建议。也跟各位委员吼，就是因为刚就像刚刚财政部代表所说的，这是咨询性质的一个会议，而是在想说，如果是咨询性质，是不是让他的咨询的范围更具弹性？所以他执掌还需要列吗？还是建议说第二项的部分是不是可以不明列？那再来是第三项，第三项刚刚说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组织嘛，那担心说会有外界会以为说有增设组织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在第三项这边本来在财政部的建议条文是其组成人数、任期、选任及组织相关办法。我们的建议是说，是不是修正成其组成及运作相关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运作。现在我们比较清楚，还是来。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法务部，不好意思，因为哈、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五条第三项明定哈、就在作用法不能规定组织的，所以那个我想人事行政总处他才会有这个疑虑的。那如果说我们写这么多人数、任期、选任及组织啊，真的会让人家误以为说我们在这里要增设什么组织啊？这样子可能就是违反那个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规定啊。其实，如果它是一个任务编组，当然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它新设一个组织，那可能就在这里要决定一下，它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委员会，好，或者是咨询会。要像消保会这样，还是他也是他定在行政院下面，对不对？按照行政院处务规程，他们去做相关的设置。好，还是说他就是一个咨询的性质？其实它只是咨询的性质啊，那也没有任何的作用啊，那是不是还要设？而且任务编组，对还要设吗？咨询其实随时可以开啊，对不对？那你要一定要设这个东西吗？
大家请看一下，卢委员的建议是只设在行政院之下。好，那卢委员的提案是设在，而不是设在中央主管机关之下。好，然后他是为了要提供中央主管机关，严拟保护啊等等这些内容。那这里面也会牵涉到之后的税保官，后面条文就会有税保官的职务工作跟他的角色。那这两回事啊，因为税保官他是在第一线啊，负责去执行的。他会在哪里？那这个委员会，我们一开始在财政部还是要在行政院，在设置的时候，在想法是说，有一个让外界的意见可以进来。那而且是真的有去定期的去 review 相关的政策，然后以及去检讨过去执行的成效的一个机构。那以现实上面来讲的话，财政部建议的条文，我个人是可以接受了，就是保留一些弹性，那给他们，那让他们来加以决定。那如果直接把它拉到那个行政院下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稍微比较大条一点。好，所以我们还是定位它在咨询的效果。好，我说明一下，我们总统府人权的咨询委员会，它事实上也有任务。也有委员多少人，然后任期等等的规定了，所以并不表示他不能够咨询会的话就不能够设置，不能够定定，是不是？咨询会可以定定啊，可以定定，就是但是不能够新设组织，就对。对，说官等啊，他什么样任用资格，那个都不行了。所以我意思是说，在这里面我们去定定。好，这里就是说除了要设置这样子的咨询会之外的话，好，他的任务，好，就包含要做哪些事情，然后包含就是说他的组里面要设委员多少人，然后任期多长等等，那个其实都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好，所以再来，所以我们基本上面还是在中央主管机关之下。设置这样子的咨询会，那接下来是有关于他的任务，好，执掌。执掌的事项，可以看一下财政部的建议。检讨。说明一下，其实我们就是把那个王委员跟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的内容，我们大概做了一些整并啊。那其实大概的事项都在里面，只是除了其中就是有个第五款，就是委员们提的第五款，有关什么税捐规避这个部分，我们是没有特别提出来，就直接放在就是其他的执行事项里面来处理啦。那其实这个租税规避也包含在譬如说前面的这些措施的研拟啊，还有就是相关的检讨，是不是一定要把税捐规避这个文字放出来。然后另外就是第三项，我们是建议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分子可以不要限说是像什么举名说就明示说是律师工会啊、会计师工会或者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团体，让我们有一些弹性。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跟我们业务税务相关的业务的范围，其实不只有律师、会计师，还包含了我们像记账室、记账及报税业务代理人。那还有这个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保留一点弹性？这样子。好，好，我们有关于执掌跟。最后的它的组成的方式跟代表的这个部分，我们就照财政部建议的内容，好，修正通过。
好，再来是第十九条，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对不起，那卢委好，原则这个部分就并进来。第十，再来十九条的十，跟时代力量的十五条，还有卢委员的跟费委员的修正动议。都在十九条的这个部分。好，第一项，来，财政部要不要说明一下你们的建议？针对这一条哈，就是委员们建议哈，还有就是有关纳税者权利保护官的设置部分，财政部文字上是做了一些调整。那主要是因为呢，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它会涉及到就是考试啊、任用官等以及职称这些相关的事项。那我们也有洽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哈，那有如果要设置这样一个单位的话，到时候相关的员额。有书面回复，对。给我看一下。你继续说明。好，那这个部分就是说，行政人事总处就是说，如果你要设置这样一个员额，就要由我们主管机关，还有就是从年度的预算员额中去做调整，还有运用。那而且涉及到机关员额配置的问题，好，那所以我们是建议看是不是可以做保留。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其实这条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官的立法目的呢，它其实主要就是在协助纳税者跟税捐机关之间进行税捐争议的沟通以及协调，还有申诉或者是陈情以及提供必要的协助。欸，拜托的，你打我骗，他没有反对啊。他是没有反对，但是他就是涉及到一些就是员额的调整啊，跟编制，对。那所以你们就去调整啊。这个委员是不是可以让我？不是啊，你吼，就之前的一些在处理一些法案，我们到这个会期已经处理过多少法案啊？就以前什么在作用法里面绝对不能去碰到组织这种已经八百年前的公法概念，那没有人在用啦。委员是不是容许我可以再说明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看他的设计的目的，其实他就是刚才我提过，就是希望能够协助纳税者跟权利保跟那个税捐机关之间。有些争议的处理，还有陈述，陈情诉讼的案件，还有协助。那其实我们去看了其他国家的案例，像这个性质上，其实日本它在2001年也有创设一个纳税者支援调整官的制度。那其实它这个官，其实它也是设置在我们各国税局，还有冲绳国税事务所的这个相关的办公室。那主要的这个任务编组呢，是由一个总务课的人来担任这个任务。所以我们是想说，是不是我们可以不要称他为官，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税捐机关里面去指定一个专责的单位，指定一个专人，他来处理这个事情，他去执行这个委员希望能够赋予他的任务。我先问一下，你现在心里面在想的专责单位是什么单位？是我们的法务单位。就是他可以协助做咨询，也可以协助做提起诉讼、申诉，或者是陈情的处理。财政部的法务单位不是，就是国税局税捐稽征之官的法务单位。可是那你们这样子的法务单位啊，你不就切成两部？因为你们的法务单位有一部分是要去支援你们法律上面的意见，跟对外的纷争嘛。那你另外一部分你要把它拨来。做有关于纳税者权利保护，他等于是兼就是有一个专人，他要处理这个事情。没有，我就是关不关的，我一点都不在意了。但是我在意的是什么？我在意的是那个人在行使那个职权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我的定位跟我要发挥的功能，不会出现角色错乱。所谓不会出现角色错乱，是说。啊，我一方面又要去保护这些人，啊，我另外一方面要去顾虑到我机关的立场，啊，我这个法务部门之前给机关说你们可以怎样怎样做，那现在有一个纳税者跑来就是要跟我挑战那样子的办法，那你们派的那个人在第一线跟纳税者
你给他的建议到底是什么？我说啊，这不利啦，你卖弯啦，那个你一定不会赢啦，不要再吵了啦。就是那个根本就是利害跟角就是利害关系跟角色会完全处于一个相冲突的状态啊。那你如果说有设置一个很清楚的，就是说是不是要关这个词啊？我一点都不在意啊。我再讲一次，我的在意是说，不管是对于社会大众，还是他自己的角色认知上，都很清楚啊。就是我就是要干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我的执掌。好，好，等一下，我们一件一件来处理。人事行政总处要不要说明一下？你们的立场跟看法？在这个部分吼，人事总处的立场是就尊重会议的一个决议啊。我们只是说，就是原额的部分，就刚刚黄委员所说的原额，就是由财政部及还有各主管机关，因为可能还涉及地方政府，有总原额的范围内来做指引这样子而已。所以你们没有不会有原额增加。是的，然后我们但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个决议啦，就是有关要不要设这样子税保的一个专人的一部分，我们来尊重委员会的一个决议。了解，你们就是支持，然后不买单，就是。来，曾委员，我请教一下哦，我赞成黄委员的讲法，但是只要设在基政机关里面了，角色一定冲突，因为他的大方向就是税人稽征嘛，那你设在有一个官儿。他说要保护纳税义务者纳税义务的权益，设在基政机关里面一定会有角色冲突的问题，这第一点。第二点问一下，有提案要设的人，你们初步的想法是想设多少人？那日本的其他国家的情况怎么样？是日本设几个人？假设你人数少，原额可以挪啦。哦，那即使你角色一定冲突，你只要设在行政机关里面一定冲突，我不骗你。他怎么去这？他对不对？没有固定人数，那预计要设定多少人？我想我还是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设在税捐监督官。其实我们的考量是这样：假设是设在财政部，举例来讲，假设是设在财政部，而且设在财政部会变成有点鞭长莫及，尤其是纳税人，也许他又直接到了税捐监督官，因为他会受到争议。通常就是说他接到税单啊，或者是收到我们税监督官的通知，那他要处理这事情。假设我们现在说哇，我们不在税监督官设这个人的话，他会变成说大家都跑到财政部来。那财政部其实有没有办法马上及时处理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必须还要去洽那个他的管辖稽征机关，去了解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案件，到底中间的争议是什么。所以我们本来是希望说，如果说基于就是说权宜，还有就权责分属，还有就是及时发挥效率的考量，我们是比较建议说能够设在我们各个税捐稽征机关。那因为看这个委员们的提案，其实目的都是说希望能够进行税捐争议的沟通协调，还有呢提出改善建议，并且呢要寻求救济的时候能够提供必要的咨询与协助。那我们是觉得说这个事情其实在税捐机关处理的时候，它事实上可以马上及时协助纳税人化解这相关的问题。那如果到了国税，到了财政部来，会变成说那中央机关或者是说在各县市政府设的话，会变成它又变成效率上面可能要 一段时间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是当时是基于就是整个处理时效跟贴近民众需求的考虑，所以我们是建议说可不可以设在那个由各税捐机关来指定一个相当层级的人员来办理这个事项。那当然各位委员会想说，那到时候他一个人身兼两个角色，他会不会角色冲突？所以我们才想到说，那如果为了让这个人他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能够比较超然，也比较这个站在专业的立场真正落实这个纳税者权利保护的事项，将来我们也会来督促，我们会要求把这个人，这个将来这个设定的人，还有这个机关的名称、姓名、联络方式都在我们的网站上公告。然后呢，纳税人如果有疑义的话呢，他就直接去找这个人。那另外呢，我们落实推动纳税者的保护，将来我们也会把这项业务列入我们稽征业务考核的范围，专门做这个相关处理情形的保护，处理情形时绩效的考评啊。不知道以上这样子说明，不知道可不可以让好，我表达一下。好，事实上我们在这边特别举例日本的例子，好，来然后来讲。那日本人的话，他在机关里面设置负责，他其实是
负责处理纳税者申诉苦情的一个单位，好，那然后他事实上是在体力上的少数，在英国、美国跟韩国，好，他都不是这样子的情况。英国的话，他的保护官有独立的办公部门，好，他专职处理申诉案件，或者是跟英国的税务和海关总署做相关的协商的单位。那美国的话，他在第二次的纳税者权利保护法里面来创设纳税人权利保护办公室，他独立于联邦的税务局，而且就独立行使他的职权了。那然后对于就他甚至于可以拟定改善方案，向国会提出相关的就做报告。那他的性质跟我们讲的专人的这个部分差异事实上是很大的。那这两个都比较远，韩国的话，他是按照韩国国税基本法的规定，他的这个保护官有事前审查合客处分是否正当合法的权限，而且独立于稽征机关行使职权。所以这也就是我刚刚在讲，就是说我们都在前面考虑这个无论叫巡回啊等等，那然后要设在哪里，同样的一个情况。那那个部分的话，那如果不是在这里的话，他要放在哪里？好，那这里面的话是包括就做县市政府，好，就直辖市跟县市政府里面去做设置。那现在的情况里面的话，就是说在中央的话，大概就在中央主管机关了。好，在县市里面的话，就是说直辖市跟县市政府来做相关的设置。不晓得黄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跟看法？就是说，我一直在想，就是对不起，我补充一个是卢委员，认为在中央应该在行政院之下，跟他前面的就是说提案 的原则是一致的。其实我是觉得中央跟地方都要设了，因为你如果只在中央设的话，那对于其他地方上面的纳税者，事实上是不太有道理。那第二个事情是我还是说，就第一个我的立场是，就是各个地啊都要有便于接近使用的这些单位，可以让纳税者去寻求协助。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不称官，然后要称你们一个指定的专责单位的话，就财政部的这个方向，我可以同意可以考虑的。这个方向，但是在文字上面呢，我可能还要再重新的去做一些调，再做重新一些调整。嘿，譬如说税捐稽征机关，就是现在财政部的文字，就税捐稽征机关为落实纳税者权利之保护，然后应指定或者是应设置专责单位办理下列事项。这样子的方向我同意，可以把它纳入考虑，只是就是说对于一般的纳税者来讲，就是你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名称跟 title， 那个 signal 的效用是很大的，他知道说出了事情啊，他可以去找这个保护官，就跟他投诉，去请他帮忙啊。你只是用一个专责单位，那个 signal 就是外部性的那个效益啊，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就用这个官，是不是对于行政单位来讲，就会马上去想到什么官等、官职，然后就把这些事情全部都扯进来了。消保官也是官，也是用消保官。假设啊，因为我还是那刚刚那句话，设在这里面呢，真的是角色冲突。但是你说要设到另外再成立，那牵涉又非常的广，不管是中央也好，或者地方也好，牵涉非常的广。折中，那就并由专责单位指定专人。你这个专人呢，你就跟他加个官吧，
就是有关有个名称啊，有它的正当性啊，就是纳税权利保护官，你就指定说你当那个官。你们你不喜欢官哦，我就讲，那你就指定专责单位，就是并指定专责单位嘛，然后派任纳税者权利保护天使。不然就我的官就散掉了嘛，但是社会上面的那个 signal 非常的强啊，大家知道出了事就可以来找他们帮忙。这样我们要解释什么是天使。天使的要件是什么？他不是魔恶魔。因为你假设现在你的指定专人哦，其实跟现在差不多啦，现在也有人在做啦，对不对？我们讲实在话，现在就有了。差不了多少，现在已经在做。那你假设要让他指定，要不要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啊？让外面他有他的正当性，执行上也比较清楚。我觉得因为消保官的关系，所以对于什么就是说保护官的这一个部分，其实大家是有一定的意义跟印象的。其实从费委员的提案，他虽然不在现场，就是说费委员的提案看得出来，他其实对这个部分的期待很深了，很高。好，所以对于他的就是说执掌事项啊，他的资格条件，特别是他的资格条件，他认为要有相当的资格跟条件的人才能够担任。来，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好，是，我们还是再叫保护官，好不好？就我想跟消保官的这个部分，大家其实应该已经可以知道，它不是一个官职，好，是一个就是说保护的意义。那另外设置在哪里？政委，可是我们前面有两个嘛，一个是中央主管机关，就是财政部嘛，那地方是县市政府嘛，直辖市县市政府。那所以如果用我的法条写主管机关市就好了，中央也有，地方也有啊。可不可以用财政部的文字了？税捐机关应主动提供纳税者妥适必要之协助，并指定专人为呀办理下事项。我不知道，看看大家的想法。黄委员，我们尝试看看。如果他的绩效不好，我们再来修，好不好？我这边按照他们刚刚讲的，会提一个附带决议，在这里就是各税捐稽征机关办理纳税者权利保护业务之绩效，除列入财政部年度稽征业务考核项目外，财政部每年度应将该项业务办理绩效及考核结果送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好不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他的结果，如果在这上面有问题跟状况的话，我们再来提案修法。报告委员，那个官还是能不能还是维持我们的专人？因为一动到那个官哦，那整个编制表要改，因为我们现在的编制表里面只有税务员什么员没有这个名字，这样一改，我们税务编制表那个整个都要改。
不是啊，那如果改成纳税者权利保护员呢？这样会比较好吗？不是，按你的编制表里面有什么样的名称？对，但是要做税务员，不是啊、然后来做我纳税者权利保护、就是啊那个。你们动那个编制表要修法吗？只要一动编制表就要修法，还要报到考试院去。所以你们那个编制表每一个人的名称都已经写固定的。那我们在这里面授权设置这样子不行吗？没有不行啊，我们上个会期处理过多少这种法案呢？你什么委员，什么委员设一拖拉骨嘿？这个法，那些在司法法制委员会的时候全部都吵过了，我也都经历过了嘿。你的员额自己调整嘛，也没有新增员额，对不对？然后他的职务好跟职称，那我们在税保法。里面的授权不行吗？你不能够设置这样的职称吗？来，这个涉及官制官规，所以就可能还要考试院程序部这边的一个意见。来，考试院。报告委员，就是他们这是新增职称，那如果未来在这个专业法规里面有规定，法律有规定的新增职称，他们未来要修编，把它放到编制表里面去才能够用人。那如果只是制一个的，就是纳税者保护人员，那这个人员他可以他在既有的编制里面去调整他哪些职称去运用。是谁人员？纳税者保护人员。他在名片上面不能印纳税者保护人员呢？好，或者说我进到机关里面说我要找纳税者保护人员、我们会希望他有一个统一，我想黄委员的意思跟我一样，我会希望他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好，就说职称，那然后经过宣导大家众所皆知之后 的话，我到任何一个基层机关里面，我就指定找这样子的人，好，这样子职称的人来为我做协助或者是做服务，是这样子的精神跟用意啊。好，处长。好，是吧？那依照中央行政机关组织法里面呢、啊，各机关业务需要可以设任务编组，所需人员由相关机关人员派充之。所以我不晓得全系部的意见怎么样，就也许可以在这边设看你的保护官，然后由。那个财政部或者是哪个机关相关的人派充资，这样就把它解决。好、啊，所以他一个专员也可以去派充单位，当这个法的这个、好，要不然我们就在委员会里面，税捐机关应主动提供纳税者妥适必要之协助，并由专责单位派指定专人派充资。关，好不好？好。税捐机关应主动提供纳税者妥适必要之协助，并指定专人为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办理下列事项。写下去的话，这样才不会将来修编那个组织法。那否则的话，你看所有机关去修，我们总人行总督还要全系部去，哇，那大工程啊！我们只要达到目的就好，就是有个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在那边，大家晓得。而且我们上网，然后未来委员长的附带决议，我们要考核嘛。好。可以接，我不知道，就是把我们刚才人事处处长讲的啊，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文字修正？税捐稽征机关应主动提供纳税者妥适必要之协助，以任务编组方式
指定专人为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办理下列事项。好，这样子就我们就不用去处理那个事情。就以任务编组方式指定专人为纳税的保护官 ，OK 啊，这好啊，纳税官，然后办理下列事项。好，那我们下面进行下列办理事项。这个部分有没有意见？然后下面他后来改了那三款，我可以接受。然后费委员在这里有新增第四跟第五。他前面就没有那个权利保护委员会，没有咨询会。因为我觉得其实配合刚刚那个招委建议的那个决议的文字啊，第四项就第四款费委员的那一个啊，倒是可以提供，就是说参考把它增列成第四项，把它增列第四款啊，就是每年提出对它的第五款嘛，现在移到财政部里面变第四款嘛，齁，就是每年提出纳税者权利保护之工作成果报告，这样子。像什么地方不用讲了，反正我就是要他提嘛。对啊，每年提出纳税者权利保护之工作成果报告。纳税者权利。会员这边的话，有建议的是，在第二款受理并调查纳税者之申诉或陈情案件，违法或不当行为提出撤销、变更或其他建议。这个是不是让我因为哈，如果是我们处理在违法或不当的行为，那撤销跟变更，因为撤销跟变更通常是纳税义务人他，因为他还有一个救济的途径啦，就是包含他可以申请复查、诉愿、行政诉讼。那通常我们纳税的权利保护官，今天如果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协助纳税义务人做税务案件征讼，还有协助他去申请行政救济，是不是这个地方就？不要由我们来，由这个官事上他没有办法独立做出撤销、变更或这个事情。对，这个我支持财政部的看法，这样你会跟原来的救济管道整个缴、整个年、整个会混在一起，可以吗？曾委员，好。那再来是列席咨询会，那个第二项哈。我建议就是不要用你们那个文字啦，就是前项锁定之纳税者权利保护官，然后于办理纳税者权利保护事项的为必要之调查，就前项锁定之纳税者权利保护官这样子，就不要用前项人员的啦，因为你第一项我们已经透过刚刚那样的设置，把这个名称给凸显出来了嘛，好。等一下，费委员的修正动议，第一，有一个是列席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会，可是现在咨询会只有在中央有，那好不好？那就不用了。第五项的这个部分就是提出工作报告，好，这个部分 OK。好，那。第二项就是前项人员改成锁定之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好，那指定，然后第就是财政部的建议条文的第三项
第一样前项人员，好，第三项的前项人员就跟前面一样顺修，做修订。好，其实我觉得第三项就直接把它写成说税捐稽征机关呐、啊，哈，应不用就不应自纳税设置之。其实我觉得也不用设这个时间，就税捐稽征机关啊，应将消费者不是消费者，应将纳税者权利保护官之姓名、联络方式，然后报财政部备查，并于网站公告之，人员有所变动时一同这样子啊。再念一遍。就税捐稽征机关应将纳税者权利保护官之姓名、联络方式及联络方式报财政部备查，并于网站公告之，然后人员有所变动时一同。好 ，OK。然后最后一项 ，OK 吗？好，那我们。第十九条就做如上的修订，然后另外我们等会再来处理附带决议。再来是我们时代力量的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我说明一下。然后这里还有黄委员的修正动议，我们是不是就看？没有，直接看我的修正动议就好了。就前面的那个。就不用看了，就直接看我提出来的修正动议。那这条有两个部分啊，一个是希望我们未来的税捐征送的案件啊，能够朝向集中化的处理，达到纷争解决一次性的目标。那第二个部分呢、啊，是就针对妥适审判啊的权利的部分，把它往后加。那因为怕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我在法条里面很清楚的把它定成是不会溯及既往。所谓不会溯及既往，就是说你必须要法律通过了以后，你行政征送有撤销变更成功了以后，才会启动那个时间的计算。那对于现在，过去已经发生的案子都不会产生实际上面的影响，就是一律不溯及既往。法律生效以后，往后再开始算。那就这两个部分，主要是希望能够强化我们现在纳税者整个权利保护，就是在整个救济机制的时候啊，不会一而再、再而三驳回了以后，回来又做一样的东西，驳回了他又做一样的东西，就案件系数个一二十，案件系数个一二十年，甚至人都已经挂了。结果整个纷争都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这个现象实在是造成了我国整个行政征送体系跟税务单位不必要太过重的行政负担啊，也不符合权利必须要适时救济的理念。来，我们行政部门，是不是可以请那个是司法院还是司法院？因为黄委员这个提案里面，前面一项、二项、三项可能都涉及到我们现行救济程序当中有关征点主义或总额主义的问题。好，司法院。好，谢谢主席。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目前实务是采征点主义，那现在委员这边提案是希望采总额主义。那当然，其实我们是觉得说这两种主义其实都各有优缺点啦。各有它着重的面向。那虽然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说，继续沿用现目前的征点主义。不过，如果委员这边认为说，在价值的判断上，他比较趋向说采取总额主义的话，那这部分我们也没有太大的意见。那至于文字的修正的部分呢，那时候已经提供出来了。那委员这边后来修正动议第一项的部分也有采纳。好，那我们现在比较觉得说，有意见的地方是那个第二项的部分。我们是建议说，是不是可以修正文字为受理诉愿机关或行政法院
对于纳税者之应纳税额，于审理后市政已真明确者，应在纳税者声明不符之范围内定其数额。那我说明一下理由哈。那其实就是说，这个目前他提案的设计呢，是希望说，假设原来这个税捐机关他一个合可处分，那后来复查了以后，这个纳税人呢，他可能用 A 理由哈去复查。那复查了以后，这个又做出复查决定以后，经过诉愿到行政诉讼这边来。好，那委员这边的提案是说，他还可以再提。这时候到了行政增送以后，他可以提 B 理由，或者是再加上，就是除了 A 以外，他还可以再加上 B 理由，或者是把 A 就换掉，换成 B 理由。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行政法院呢，他对于这个纳税额呢，就是要自行的去算出他的数额。那我们是认为说，如果说这个应纳税额啊，是在这个市政明确，可以在透过行政增送过程中市政明确的话呢，这个部分固然是没有问题哈。我们也是觉得说，如果能够可以很快的给人民一个答案的话，当然是这个诉讼的理想哈。但是呢，就是包括其实委员这边他的弹书呢，其实也不否认，的确有一些情形哈，他的这个案情是很复杂的，很难以查明这个正确的税额。那这个时候呢，委员他提出来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呢，是参照民事诉讼法啊第222条这一个部分呢，说法院呢，如果说真的很难查清楚哈，这个时候呢，就是就法官自己审酌一切的情况，然后自由新政来定这个数额。那这个部分呢，原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是行政诉讼法上用的是在损害赔偿的部分，也就是说有时候那个损害可能很难去查明他到底损害多少钱的时候，那民事诉讼法是有这样子的规定，让他可以法官可以自由新政去大致去衡量说大概损害是多少。可是因为这里在这个案例，它在这个情形它是用到税捐，那我们知道税好，国家跟人民征税收什么税，然后税额多少，这其实是有受到税捐法定主义的规制，这是英国从大宪章以来就是这样子的规则。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说，就好像我们法官这个时候呢，他自由新政然后去决定这个税额，我们是觉得有一点疑虑。那第二个也主要是说，这其实是要求法院去做税捐稽征机关的事情。固然就是说我们希望说这个法官他审理税务案件有相当的专业性，不过审查这个税合可处分的税复查决定，他这个处分是不是合不合法的这个专业性呢，跟你自己去核定税额的这个专业性其实有一定的差距。就好比来说，如果说这个法官他可能经过相当的训练以后，他可能有那个专业训去可以审判说这个医疗纠纷是不是有谁应该负责，但是到说这法官自己要去从事医疗业务，这中间的可能还是有一段差距哈。所以这个医疗业务怎么会是医疗？这没有，我们现在两者之间是，我是在打一个比方而已啦。就是说，现在其实计算税额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为什么请税捐稽征机关去做？这他有相当的法官必须要有税务的专业跟训练，也就是在这上面呢。不，我分几个层次啦哈。第一个层次哦，就是我之所以在这次的立法例，我会一直要推这条，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这种事情哦，是现在在整个处理税务案件当中所引发最大的民怨，也是造成我们的整个法院审判系统不必要的负担。那第二个是，那德国的税务法院，那基本上就是法官自己在算税额啊，那怎么会再丢回去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啊？第三个部分啊是，你如果今天跟我讲的事情是我们在追求的是绝对过去历史的客观事实，那这件事情寸步都不能让，所以你不赞成我按照民事诉讼法222条第二项弹书的那个法理所定的税额的话，那如果是这样子坚持的话，那前面啊那个税额的推估啊那个制度也要废了。
你前面在课税的时候，你都可以按照一定的方式来加以推估，那你后面就是推计啦，嘿，那你在后面就已经讲得这么清楚，是案情复杂难以查明正确税额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法院有担当一点，就直接做一个判断。那你整个综合起来的是说，你为了要去执着于说我差那一点点钱，那我没有办法定，我就一定要丢回去给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搞完，大家再去行政法院再进去诉讼，要打到双方大家都精疲力，大家都精疲力尽，都完全不想玩下去。那这个跟你要去追求所谓过去客观历史事实的这个立法目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实际上面 match 在一起嘛。现在我们不要把一些，就是说我先分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说，21条的第一项，司法院是尊重委员会的决定嘛？是我们是第一项跟到第三项一起看了，就是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然后你都尊重委员会的决定嘛？三项的部分没有，第三项部分我们有，没有关系。就是、那第一项跟第二项你都尊重委员会的决定嘛？对，这个部分是这样。好，那我们先看第三项哈，但书的部分你先不看，就第三项的部分，你前面所讲的具体的文字的修正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再说一次？受理诉愿机关或行政法院对于纳税者之应纳税额于审理后事证已真明确者，应在纳税者声明不符之范围内定其数额。于审理后已真明确者，就是你前面有加一个前提嘛？对。哦，那意思就是我如果没有把他审理的清楚的话，他也不会去定税额嘛。就是说我们是在，其实我们针对就是委员原来弹书的那个情形啊，就是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是那个案情繁杂难以查明正确。等一下，你刚刚讲的是弹书后面的文字置换成。你刚刚说的文不是他整个弹书都不要，他整个第三项，对，他整个弹书都不要，然后他就要查明税额，他还加一个前提，就是于审理后事证已真明确者，对，对吧？对。等一下，钟委员，针对黄委员这个修正动议啊，我是。基本上我赞成，但是我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法院有没有这个能耐，有没有办法？假设你有这个能力，行政法院有这个能力，那查明事证以后可以确认税额的话，我是赞成。但是我要问到的是，那行政法院有没有这个能力？我刚才就要说明，就是这部分，就是曾委员提到这个重点吼。我刚才说审查的这个专业能力，不代表说就到可以自己做这样专业能力，包括人力方面。好，那今天税捐稽征机关他在侦查税额的税这个部分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一个专业的 team， 而且他有很多人一起去做这件事。但是法官审理案件就是一个合议庭。好，他三个法官，那我们要想说，在那个案件极度复杂的情形，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请教过德国的法官，就是那个德国法官他自己有在税务的事务所做过，好，也有在税捐的稽征机关做过，那后来去做了这个税务法院的法官，就连他也承认说，的确是有一些情形，但法官是他自己是也是没有办法说就在那个诉讼案件去定出那个税额出来，那。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说，如果说法官他有，因为案件难易度不一样，可能有很简单的到很难很复杂的。那如果说简单的部分，法官能够做到的，当然应该做到。所以我们那一个就是修正文字这部分，就是说，如果审理后事证明确的话呢，那在声明不符范围内，当然法官责无旁贷的是要去做出这个定出这个数额，但是我们。也是要考虑到有一些那个税务案件，他本来即使是税捐稽征来做，他可能都觉得是一个很复杂的案件，那很难说到了这个法院以后，由法院去做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好不好？就是第三项了哈，
行政法院对于纳税者之应纳税额应查明事实以核实确认，在纳税者声明不符之范围内定其数额。那但书我把它改成，但因案情复杂而难以查明者不在此限，这样好不好？我也保留一个空间给你嘛，就太复杂的那就算了。但是你现在的写法是说要很明确啊，你才愿意做啊。我现在就是要逼你就把去把这件事情做明确啊。那你说你要很明确啊，你才愿意做啊。我这个法条写的等于是变得没有意义啊。但是你说好，那但书的部分你不要用法院用估的，你还想要丢回去税捐稽征机关，那没有关系，那我就加但书，就是但因案情复杂而难以查明者不在此限，那我保留一个空间让法院可以再把东西丢回去，这样好不好？好，可以吗？好，我们到时候再来看。好，等那个结果出来，然后累积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会不会他每一件都复杂。我授权的就是我们建议文字，那我们尊重委员的意见。好，那我们第一项、第二项就照黄委员的修正动议。好，那第三项的话就照刚刚的文字修正，好不好？那第四项，不是啊，因为第四项的这个文字我是跟你们财政部的人开过会了，以后按照你们提供的指教再做调整嘛，哎。我们那个第四项的部分其实我们也谢谢委员那时候我们跟我们讨论以后，那基本上它就是不溯及既往，那是适用到将来修法以后通过的案件才这样处理。那么现在只是针对那个但书的部分，但书的部分，因为委员原来的但书是说但预期系因纳税者之故意延滞诉讼或因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那我们现在是想加一个，就是说第二项就是前项十年期间就是但书不要定，然后我们建议就是在增订一项，就前项十年期间之计算应扣除行政诉讼系数之期间。因为有些事情不是在我们税捐机关这边的问题，而是说我们案子走到行政法院以后，也许行政法院还在审理期间，这个期间是不是可以把它扣除。另外呢因为这个委员提的是只有本税，那我们是认为像滞纳金、利息、滞报金、代报金还有罚款的话，是不是都可以准用这样的规定，所以我们有一个文字上的修正。那个不好意思，你们最后的那个滞纳金、利息、滞报金、代报金、罚款准用前面的规定，这个我赞成，没意见。只是第二个部分你那个十年期间的计算，如果扣除行政诉讼系数的话，这个等于是会让这个法条形同句文啊。而且你那个行政诉讼系数的时间全部都要扣掉嘛，全部扣掉了以后还要再过十年。我们的意思是说，法院撤销以后，不是回到我们税捐机关了吗？对不对？那税捐机关他会赶快就是作为依照规定来做处分。那我们处分以后，也许纳税人还是不服，他还是可能不服，他还会继续再打诉愿或者是打行政诉讼。那因为这个时间加起来，有些像说诉讼，复查当然是在我们监督官处理的时间，然后诉愿是在我们财政部或者是地方政府处理的时间，这都是我们行政机关可以掌控的时间。但是有些案子走到行政法院以后，行政法院可能他也许他的时间上面这个就没有，像我们有些案子有真的就在那边也许待了一两年甚至两三年都有可能。那我们是想说那个时间就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时间，是不是那个时间可以扣除。我在定这个法条，我基本上是把整个国家面啊，不管是税捐稽征机关还是司法裁判机关，我是把它看成一体在看啊，因为这个是跟那个纳税人这边的立场是没有关系的。那我现在写这个条文啊，我真正的目的啊，是希望说就这个项的规定加上前面的那个总额主义，赶快让这个案件不要拖那么久，能够及早确定，不管是在你那边确定还是在法院那边确定。那我现在担心的是你把行政诉讼系数的期间把它扣掉，只纯算行政机关的话，那你等于是
不好意思哈，就是前面啊，因为我们又加了但书嘛，就是如果案情太复杂的话，他还是可以不要定罪额，又丢回去给行政机。对，因为前面但书已经又放宽啦、啊，他又可以丢回去给行政机关。那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问题，我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啊，你把行政诉讼的系数再扣掉的话，那实际上面要拖到超过十年的这个标准，在现实上面拖延的时间恐怕都已经超过二十年以上了，因为你已经把很花时间的那一段行政诉讼系数你全部都扣掉嘛，所以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是只要一入行政法院的大门口那个时间你就要扣嘛，到他发回给你们的那段时间全部都要扣，那整个时间上面看起来那已经不是十年了，那个可能是二三十年以上的时间了。可以折中吗？我的意思说，行政诉讼的系数时间哈，这个不能够排除了，要不然你行政期间可能说不定非常短，结果你这十年哈，然后你要扣掉的话，你可能一拉说不定二十年以上，啊，但是不给你排除的话，我个人又觉得说，如果超过十年了、啊，他可能很漫长的时间都在诉讼上上下下，其实行政机关也不够做更完备的，好，可能依照。每一次提出的这个市政，然后去做更完备的这个查核，那这样子也是有失公允的哈，因为课税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可以让有能力去诉讼的人有没有啊，因为这个时间的拖长而躲过了，那是不是如果这两个时间要加在一起的话，如果觉得十年太短，是不是把十年再来拉长，或是说到十五年，好，行政含诉讼的时间。一举拉到十五年，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思考？洪委员，如果把它拉十五年也 OK 啦，只是本来是定线越来越往后退了，从七年退到十年嘛，二十年现在再退十五年，对，我本来写七年，然后要再退也可以，因为。我本来就已经预想到说，一些有能力的人啊，想要故意在那边胡搞瞎搞，胡搞瞎搞，所以我才把但书给写上去嘛。就是你如果是因为他故意延迟诉讼的话，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这个条款。这个条款主要要处理的事情啊，就是不要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啊。因为我老实讲，你时间拖得越久，就越不可能啊。去正确的核他的数额，你在前几年都查不清楚了，你说这个案子拖了二三十年以后，突然会真相大白，这真的是让人家感觉到殊难想象的一个程度。所以这个条文吼，就是前面三项刚刚这样子没有问题嘛，那后面最后一项，刚江委员建议说要把时间延到十五年，这个。我可以认同啊，就看财政部这边的立场怎么样。但是我还是就是说，那个司法院的代表，你们或许回去再想一想啊。就是说我本来在设计第三项的但书的时候，本来就是赋予法官那个权限，那也希望有担当一点，就把它给定下来，让这个纷争可以止息，不要让这个战火无限延长下去。那你们可以再回去。考虑一下，因为我猜这个条文到院会的时候可能还有必要再处理一次，但是今天委员会的版本的条文就如同我刚刚所念的这个样子，就是但案情复杂而难以查明的话不在此限，就是我还是保留你有再丢回去给那个行政机关处理的空间，但是我老实讲就是说为了让这些案子齁及早的确定，事实上我本来那样子但书的设计是比较能够达成这样子的一个规范目的，那就第四项的部分就看部长跟财政部的意见怎么样，刚刚江委员所提的那个再修正的建议，我觉得我们可能一开始改革的时候要不要下得那么强了，我可以尊重也可以赞成。嘿，来部长，你要不要回应一下？我想这样子好了，就是因为但书当很好，但是是比较不确定，故意延迟诉讼，这个很难判断。所以说呢，是不是说，第一个但书拿掉，然后延十五年，然后我们扣除行政诉讼也拿掉，
整个都要拿掉，不要弹书。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因为故意延迟诉讼的这个概念在诉讼法里面事实上已经操作了非常久了啦，这个不是今天才突然冒出来的法律条，就延到15年，然后你行政诉讼那个不要，但是弹书我还留着啦，就是我如果是遇到一些坏人，我留着弹书可以去处理那些坏人。好，好不好？像现在税捐基准法23条、啊、里面很多大额欠税，那像比如说那个执行处没有去执行，有没有这个但是都适用？没有，那都是确定案件。啊，确定的 ，OK。那都是确定案件，对。那个是会确定的。好。那委员，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建议？因为原来那个委员提案是只有课税处分或复查决定，但是因为我们也有包含诉愿决定，那有的时候那个行政法院判决，他也会直接撤到诉愿决定，所以我们是建议可不可以加上诉愿决定，就文字上做一些修正，对。还有就是我们是建议那个，因为我原来是说本法于某年某月某日修正通过后，我们是不是可以以本法施行后来，因为施行有可能我们最后一个施行条文，也许我们还希望委员给我们一个缓冲时间去做一些处理，那个不知道改成诉愿决定这个部分好也可以这样子，好不好？照刚刚我们协商的方案结果，有关于就是说这一条的文字内容，特别是在第三项第四项的这个部分，就是整条的就是说文字能不能请司法院跟政部这一边的话，把那个文字完整的就是说列出来，我们来做确认，好不好？因为又修又增加又再补充，现在到底会是一个什么内容，好，我们再确定一下，好不好？麻烦把那个部分列出来，好不好？那我们等会再来做确定文字的宣读。好，那再来本席的第20条跟时代力量的第22条，我们是不是就按照一般的体例，就是本法施行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好不好？好 ，OK， 好，那我们做修正通过。再来是第21条施行日期啊，好，财政部希望公布后1年施行。好，那我们就对你们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自公布后1年施行，本法自公布后1年施行。好，那拜托那个文字赶快一下，我们现在回头过来处理前面。好，另外第一附带决议的那个部分先宣读一下，好不好？附带决议，各税捐稽征机关办理纳税者权利保护业务之绩效，除列入财政部年度稽征业务考核项目外，财政部每年度应将该项业务办理绩效及考核结果送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案人委员王荣章、江永昌、曾明忠、黄国昌等。宣读完毕。好，那我们下面来回头过来来处理保留。第一案没有啊。好，我们来法案名称。好，没有问题。好，再来是第一条，也没有问题。好，第二条主管机关也没有问题。然后章名取消删除，然后第三条税捐法定主义的这个部分也没有问题。好，第四条基本生活费用不受课税权利。这个刚刚早上也已经讨论过，把平均两个字拿掉，好，删除。然后第5条量能原则
也没有问题。第六条的话是租税优惠不得过度，那这个也没有问题，就通过。第七条是有保留，好，也保留的这个部分，然后就是税捐倒数第二项，好，税捐稽征机关申请咨询，税捐稽征机关应于六个月内答复。赖委员的修正提案是三个月，哎，三个月可不可以？税捐稽征法的。对。那因为刚才署长也说明过，这个主要是特定从事特定交易才需要，一般来讲他不会不跟我们事先申请。可以吗？好，好，那我们就维持六个月，好，通过。第八项，整个条文没有过。好，我们再把第七条再重新看一下。第一项，好，本席是第七条，跟时代力量也是第七条。好，还有赖委员的这个部分修正动议也都一样。好，所以第一项没有问题。好，照本席的一案，第二项也一样了哈。好，第二项是第三项租税利益。我们还用纳税者，好，对，改成纳税者，这也都一样，哎，纳税义务人改为纳税者，就是，谢谢郑委员之前的提醒，好，然后这没有问题吗？对不对？一样的，然后纳税者，好，改为纳税者。然后前项第四项自由举证之责任，第四项没有问题。好，第五项纳税义务人改为纳税者，好，一样。然后第六项也是改成纳税者，纳税交易之相对人或关系。好，再来第七项，第七项是不是就照财政部建议的文字内容，好不好？然后第八项，邮政储君一年期，可以，可以吗？好。那第八项照财政部的建议条文，第九项也是改为纳税者，对，那保持六个月。好，来，我们注明郑委员同意。好，开玩笑。上面那句话是开玩笑。再来最后，对，还是六个月，嘿，是第九项，哎，对，第十，可以啊。就
财政部的建议条文内容，增加第十项，好不好？好。另好再来是第八条，财政资料公开，我们就照上一次审查结果。好，第九条，按照江永昌委员的修正动议修正之后通过，嘿，然后下面是修改为财政部的条文内容。再来是第十条，第十条有保留。等一下。第十条第三项，好，对不起，等一下，黄委员的时代力量党团的条文第十一条，好，然后插在本席的第九条跟第十条之间，好，那条顺修，这个变成第十条，好，好，那再接下来是税捐稽征机关的调查，刚刚第三项。有保留，我第十条改成第十一条，好，然后第十一条的第三项的内容文字我读一下，看大家能不能同意。第十条第三项，好，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赋税署指定之人员违背法定程序调查所取得之证据，依其违法之情节轻重，若排除该证据之使用，显有违公共利益之，没有，你刚刚对，是刚要你给我，你没给我，在哪里？你们在哪里？你那里有吗？好，好，来第十条第三项，现在就是十一条，对不对？第十一条第三项。的修正内容，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赋税署指定之人员违法调查所取得之证据，不得作为认定课税或处罚之基础，但违法取得证据之情节轻微，排除该证据之使用，明显有违公共利益者，不在此限。可以哦。就十一条的第三项做如上修正，好，那再来第十二条受调查者之权利，就刚刚修正过没有问题，好，那再来是十。江永昌委员的修正动议，这个部分也正通过。好，再来是十三条，好，那个变成十二条，江永昌委员的修正动议变成十三条，然后再来是推计课税，十四条的推计课税。再来十五条的禁止过渡原则是第十五条，再来十六条就是减责事由，
第十七条是诉愿审议委员会，这是十七、十八条税务专业法庭，十九条。扣缴已经没有了吧？十九条，纳税者保护权利保护委员会设置。应现在改成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会之设置。好，第二十条，纳税者权利保护官。二十一条是二十一条，就是强化纳税者救济保障。然后二十二条是施行细则。二十二条是实施日期。二十三条，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三条是好，等一下，有关于强化纳税者救济保障的文字。我建议是现在是不是先休息个五分钟还是十分钟，然后把二十一条的文字确定了以后再继续这样子。现在已经好了，我们现在好了，好，可以啊，可以啊，嘿。第四项，那第三，对，好了吗？司法院好了吗？不，把文字拿来。我想要先确认一下，因为刚才不好意思有漏掉一点地方，就是想跟委员确认一下那个立法的争议，就是因为第一项跟第二项改总额主义的部分有包括受理诉愿机关，也就是说在诉愿阶段他也可以提出新的事由，然后但是第三项的时候对于确就是说这个应纳税额应查明事实核实确认这部分是只有要求行政法院，那没有漏掉那个受理诉愿机关，不知道是有意的排除还是说是有意的排除，没有错。所以你们现在还没有拟出来，对不对？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好，我们司法院赶快把文字给我们。
好，各位请坐，我们继续哦。然后第二十一条，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照黄委员的修正动议，第二项也照黄委员的修正动议，第三项文字内容，请大家注意，行政法院对于纳税者之应纳税额，应查明事证，以核实确认，在纳税者声明不符之范围内定其数额，但因案情复杂而难以查明者，不在此限。这是第三项。好，再来第四项，纳税者不服课税处分、复查或诉愿决定提出行政征讼之案件，其课税处分、复查或诉愿决定自本法施行后，因违法而受法院撤销或变更，自法院作成撤销或变更裁判之日起，逾十五年未能确定其应纳税额者，不得再行核课。但逾期系因纳税者之故意延滞、诉讼或因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好，这是第四项。第五项是滞纳金、利息、滞报金、代报金及罚款等准用前项规定。好，这是第五项。那我们现在第二，这就是二十一条的内容。好，我们就照刚刚的宣告做修订。那我们现在有三个附带决议，好，刚刚有宣读过，请问，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第一个是在这一本的第六。附带决议，卢秀燕委员的提案。好，各位请看一下，纳税者权利保护护法，好，为我国税捐稽征法制上等等等等。最后一点，好，好，请财政部赋税署紧速检视现行法规。好，在三个月内将本法有抵触之处重新研以后，送交立法院审议。于本法通过后三个月内，于本法施行，请财政部于本法公布后。好，好，我们最后倒数第二行这样子哈，做这样子修正，看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请财政部赋税署于本法公布后，好，就说加本法于本法公布后，紧速检视现行相关法规，好，并于本法施行前就与本法有抵触之。有抵触之处重新研拟后送交立法院审议，于本法施行前就与本法有抵触之处重新研拟后送交立法院审议，这样子 OK 吗？公布以后，你们就检视相关的法规嘛，好，那个是一年之后，所以就是说，在这里于本法施行前半年内，因为
报委员，其实我们可能要检视的法，如果是涉及到法律案，其实它可能修正的程序，譬如说我们本法也许很快的就三读通过了，那通过了以后变成我们就要开始去检视这些法规，而且只给我们半年的时间就要把法案送出来，稍微有点，可是他一年以后他就要对就要施行了，你如果跟他有抵触的法规，你预告对预计会很多，对，半年以内你送出来嘛，要不然你也来不及进行，送到行政院就可以了吧？送立法院可能还要再有一点时间，对。因为现在拘束的是财政部嘛，是，所以财政部送到行政院院会半年，我觉得是合理的。如果有拖延的话，是行政院的事。那就要改成送交行政院审议。我们干嘛管？我们立法院干嘛管到行政院的事？比如说半年嘛，但就是财政部送出来嘛。他送行政院。好，那还是送立法院哦，好不好？半年内，请财政部赋税署于本法公布后，紧速检视现行相关法规，好，并于公布后半年内，并于本法施行前半年就。与本法有抵触之处，重新研拟后，送交立法院审议。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好，另外刚刚有两个提案，一个是好第二个附带决议，就是十五条来的。在第左右上角有十五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有没有没有意见？好，那我们就通过。然后另外第十九右上角编号十九的这个，好，没有意见，那我们就通过。另外还有一个临时提案，卢秀燕委员的临时提案，好，那在全联保审查后。通函各税监稽征机关，好，要求在行政行为的时候遵循本法的程序性的权益保障规范。好，这应该没有问题。好，那临时提案我们也照案通过。好，好，那我们现在请宣读协商结论。好，我们现在请宣读协商结论。宣读协商结论。法案名称照时代力量党团提案通过。第一条，照王委员
照王婉容章提案通过。第二条，照时代力量党团提案通过。第一章章名不予采纳。第三条，照委员王荣章等人提案修正通过，修正第三项如下：主管机关所发布之行政规则及解释函令，仅得解释法律原意顿点，规范执行法律所必要之技术性、细节性事项，不得增加法律所未明定之纳税义务或减免税间。第四条，照委员王荣章等人提案修正通过。修正如下：修正第一项，将第一项中的 最低两个字删除。第二项，据中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内政部，将会同内政部等字删除，然后同项的最近一年全国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的平均两字删除。第三项修正为中央主管机关于公告基本生活所需费用时，应一并公布其决定基准及判断资料。公布的那个部，修正为没有人字旁的部。第三，第二项的最低，第二项的第一句最低基本生活费的最低两个字删除，然后第三项的那个最低基本生活所需费用的最低两个字也删除。第五条，照委员王荣章等人提案修正如下。纳税者依其实质负担能力负担税间，无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为差别待遇。第六条，照委员汪荣章等人提案修正通过，修正第二项如下：前项租税优惠之拟定，应举行公听会，并提出税事支出评估。第七条，照委员王荣章等人提案修正如下：第三项将纳税义务人修正为纳税者；第五项纳税义务人修正为纳税者；第六项纳税义务人修正为纳税者；第七项修正为第三项之滞纳金应按补缴税款15%计算，并自应补缴税款延应缴纳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填发补缴税款缴纳通知书之日止，按补缴税款依各年度1月1日邮政除金一年起定期除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计利息一并征收。第八项如下：第三项情形，主管机关不得另刻以逃漏税间之处罚，但纳税者于申报或调查时，对重要事项隐匿或为虚伪不实陈述或提供不正确资料，致使税间稽征机关短漏核定税间者，不在此限。第九项，纳税者得在从事特定交易行为前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向税间稽征机关申请咨询，税间稽征机关应于6个月内答复。增订第十项如下：本法施行前之租税规避案件，依个税法规定，因裁罚而尚未裁罚者，适用第三项、第七项及第八项规定。以裁罚尚未确定者，其处罚金额最高不得超过第七项锁定滞纳金及利息之总额，但有第八项但书情形者，不适用之。第八条，
第二章章名不予采纳。第八条，照委员王荣章等人提案修正如下：修正第一款为全体国民之所得分配集聚以其相应之税间负担比例及持有之不动产比数。第九条，照委员江永昌等人所提修正动议修正如下：主管机关就税间事项所做成之解释函令及其他行政规则，除涉及公务机密、营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均应公开。解释函令未依行政程序法第160条第二项、政府资讯公开法第8条或其他适当方式公开者，税间稽征机关不得作为他案沿用。中央主管机关应每四年检视解释函令有无违反法律之规定、意旨或增加法律所无之纳税义务，并得委托外部研究单位办理。第十条，照时代力量党团提案条文如下：主管机关应主动提供纳税者妥适必要之协助，并确保其在税间稽征程序上受到正当程序保障。第十一条，照案修正如下：由委员汪荣章等人提案第十条修正如下，而且同时挑次改列为第十一条：税间稽征机关或财政部户税署指定之人员应依职权调查证据，对当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项一律注意，其调查方法须合法必要，并以对纳税者基本权利侵害最小之方法为之。税间稽征机关就课税或处罚之要件事实，除法律别有明文规定者外，负证明责任。税间稽征机关或财政部户税署指定之人员违法调查所取得之证据，不得作为认定课税或处罚之基础，但违法取得证据之情节轻微，排除该证据之使用明显有违公共利益者，不在此限。税间稽征机关为税间合课或处罚前，应给予纳税者事先说明之机会，但有行政程序法第103条或行政法法第42条但书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税间稽征机关所为课税或处罚，除符合行政程序法第97条所定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不记名理由外，应以书面叙明理由及法律依据。前项处分未以书面或公告为之者，无效；未叙明理由者，仅得于诉验程序终结前补正之。得不经诉验程序者，仅得于向行政法院起诉前为之。委员王荣章等人提案第十一条，照案修正如下，条次并改列为第十二条。税间稽征机关或财政部户税署于进行调查前，除通知调查将无法达成稽征或调查目的者外，应以书面通知被调查者调查或被行之事由及范围。被调查者如委任代理人，该代理人应于接受调查或被行时出具委任书。被调查者有选任代理人或协同辅佐人到场之权利，
并得于其到场前拒绝陈述或接受调查，但代理人或辅佐人经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欲使到场或未到场者，不在此限。第三项，被调查者于前二项代理人或辅佐人到场前得拒绝陈述或接受调查，但代理人或辅佐人经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意识未到场者，不在此限。被调查者得请求税捐稽征机关就到场调查之过程进行录音，但有正当理由且经记名笔录者，不在此限。重新宣读，委员汪荣章等人提案第十一条改列为第十二条，并经修正如下：第一项，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户税署于进行调查前，除通知调查将无法达成稽征或调查目的者外，应以书面通知被调查者调查或被行之事由及范围。被调查者如委任代理人，该代理人应于接受调查后被行时出具委任书。第二项，被调查者有选任代理人或协同辅佐人到场之权利，并得于其到场前拒绝陈述或接受调查，但代理人或辅佐人经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意识到场后未到场者，不在此限。第三项，被调查者得以告知税捐稽征机关后，自行或要求税捐稽征机关就到场调查之过程进行录音，税捐稽征机关不得拒绝，税捐稽征机关亦得自行录音，但有因维持税捐调查秘密性之正当理由且经记名笔录者，不在此限。第四项，税捐稽征机关有录音之需要，应告知被调查者后为之。江永昌委员所提修正动议第十一条之一改列为第十三条，并修正如下：纳税者申请复查或提起诉愿后，得向税捐稽征机关或受理诉愿机关申请阅览、抄写、复印或摄影以核课、裁罚有关资料，但以主张后维持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为限。税捐稽征机关或受理诉愿机关对前项之申请，除有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或诉愿法第五十一条所定情形之一，并具体叙明理由者外，不得拒绝或为不完全提供。
可能要重新打。对啊。委员汪荣章等人提案第十二条改列为第十四条，并修正如下：税捐稽征机关对以课税基础，经调查仍不能确定或调查费用过巨时，为维护课税公平原则，得推计课税，并应以书面姓名推计依据及计算资料。税捐稽征机关推计课税，应斟酌以推计具有关联性之一切重要事项，依合理客观之程序及适切之方法为之。推计有二种以上之方法时，应依最能切近实额之方法为之。纳税者以依税法规定履行协力义务者，税捐稽征机关不得依推计结果处罚。委员汪荣章等人 手提第十三条改列为第十五条，并修正如下：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户税署指定之人员，依职权及法定程序进行税捐调查保全，以欠缴应纳税捐或罚款之执行时，不得依业手艺达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且应以对纳税者权利侵害最少之适当方法为之。第三章张敏不予采纳。委员汪荣章等人所提第十四条改列为第十六条，并修正如下：纳税者违反税法上义务之行为，会处以故意或过失者，不予处罚。纳税者不得因不知法规而免除行政处罚责任，但按其情节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税捐稽征机关为处罚，应审酌纳税者违反税法上义务行为应受责难程度、所生影响及因违反税法上义务所得之利益，并得考量纳税者之资历。王荣章委员等人所提第十五条不予采纳。第四章张敏不予采纳。王荣章委员所提等人所提第十六条改列为第十七条，并修正如下：中央主管机关依书院法设置书院审议委员会之委员，其中社会公正人士、学者、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并应具有法制、财税或会计上之专长。委员汪荣章等人所提案第十七条改列为条次改列为第十八条，并修正如下：最高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应设税务专业法庭，审理纳税者因税务案件提起之行政诉讼。税务专业法庭应由取得司法院核发之税务案件专业法官证明书之法官组成之。办理税务案件之法官，每年应接受一定时数之税务专业训练或在职研习。税务专业法庭之组成，税务案件专业法官证明书之核发标准。顿点，办理税务案件法官每年所应受之训练及相关办法，由司法院定之。委员汪荣章等人所提第十八条，条次改列为第十九条，并修正如下：中央主管机关为研拟纳税者保护基本政策之咨询意见，应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会。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会办理事项如下：一、纳税者权利保护基本政策及措施之研拟；二、纳税者权利保护计划之研拟、修订及执行结果检讨；三、纳税者权利保护之教育宣导、
四、协调各机关间有关纳税者权利保护事宜；五、检讨租税优惠及依本法规定应公开资讯之执行情形。纳税者权利保护执行会以本法中央主管机关首长为主任委员，并以相关政府部门代表、工会、团体或学者专家为委员，其中政府部门代表之比例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其组成人数、任期、选任及组织相关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委员王荣章等人提案第十九条改列为第二十条，并修正如下：税捐稽征机关应主动提供纳税者妥适必要之协助，并以任务编组方式指定 专人为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办理下列事项：一、协助纳税者进行税捐争议之沟通与协调；二、受理纳税者之申诉或陈请，并提出改善建议；三、以纳税者依法寻求救济时，提供必要之咨询与协助；四、每年提出纳税者权利保护之工作成果报告。第二项，前项所定之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办理纳税者保护事项，得为必要之调查。税捐稽征机关应将纳税者权利保护官之姓名及联络方式报财政部备查，并以网站公告之，人员有所变动时一同。第一项办理情形，财政部得随时派员抽查之，并列入年度稽征业务考核项目。时代力量党团所提第二十一条及委员黄国昌所提修正动议，条次改列为第二十一条，并修正如下：纳税者不服课税处分，经复查决定或提起行政争讼，移诉院审议委员会决议前或行政诉讼事实审议或行政诉讼事实审延迟辩论终结前，得追加或变更主张课税处分违法事由，受理诉院机关或行政法院应予审酌，其由受理诉院机关或行政法院依职权发现课税处分违法者一同。第二项，前项情形，税捐稽征机关应提出答辩书状，具体表明对于该追加或变更事由之意见。第三项，行政法院对于纳税者之应纳税额，应查明事证以核实确认，在纳税者声明不符之范围内定其数额，但因案情复杂而难以查明者，不在此限。第四项，纳税者不服课税处分复查或诉愿决定，提出行政争讼之案件，其课税处分复查或诉愿决定自本法施行后因违法而受法院撤销或变更，自法院作成撤销或变更裁判之日起逾十五年未能确定其应纳税额者，不得再行核课，但亦其是因纳税者之故意延滞诉讼或因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第五项，滞纳金、利息、滞报金、代报金及罚款等准用前项规定。委员王荣章等人所提第二十条条次改列为第二十二条，修正如下：本法施行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委员王荣章等人提案第二十一条条次改列为第二十三条，修正如下：本法自公布后一年施行。
知道，我知道。现在先读第十二条。第十二条，协商结果如下：第一项，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户税署，于进行调查前，除通知调查将无法达成稽征或调查目的者外，应以书面通知被调查者调查后被行之事由及范围。被调查者如委任代理人，该代理人应于接受调查后被行时出具委任书。第二项，被调查者有选任代理人或协同辅佐人到场之权利，并得于其到场前拒绝陈述或接受调查，但代理人或辅佐人经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遇时到场或未到场者，不在此限。第三项，被调查者得以告知税捐稽征机关后，自行或要求税捐稽征机关就到场调查之过程进行录音，税捐稽征机关不得拒绝，但有因维持税捐调查秘密性之正当理由，且经记名。笔录者不在此限。第四项，税捐稽征机关有录音之需要，亦应告知被调查者或为之。有关于附带决议，号码第六的这一项附带决议，经修正如下：从倒数第二行，请财政部……开始修正为，请财政部户税署于本法公布后，尽速检视现行相关法规，并于本法施行前半年内，就以本法有抵触之处重新研拟后，送交立法院审议。附带决议号码第十五号的以及第十九号的，经早晚通过。临时提案早晚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协商结论有异议？好，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照协商结论修正通过。报告委员会，我们针对今天法案审查做如下的决议。审查本院委员王荣章等27人拟具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草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草案，业已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席补充说明。请问各位委员对决议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今天会议议程已经进行完毕，倘若有登记发言的不在场委员补提书面质询，一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议事人员协助处理。我们接下来我们休息。